我妈咪话我最叻啦，叫我小飞鱼啊嘛。第一次就已经攞到一个金牌啦，好感动咯，即系原来佢都可以咁叻咯。最评估一次咧就去到台湾啦，好似系2019年嘅。咁2018年就去到加拿大啦，就参加嗰啲世界同事游泳锦标赛嘅，攞咗一金一银咯。嗰次起码即系觉得其实都冇唔系出面啲人想象得咁差咯。其实佢哋真系好多嘢咧，虽然表达得唔系咁好啦，但系其实佢哋好多嘢系唔会差过出面嗰啲小朋友嘅。希望都唔好俾啲有色眼光去望佢哋啦，咁多啲接受啊。